就是文化协会的这个成立哈、哦，那
那来高展朗尼锦啊，即、這个十月十七号文化协议啊，文化协会在林献堂啊、蒋渭水、蔡培火啊、赖和哈、林佑春、蔡慧如等等啊，许许多多诶，即、這个当年的我说台湾英雄，林献堂最终差不多二十几回。啊，哎，在少年郎啊组成的文化协会啊，那文化协会也宗旨啊，就是要谋求台湾文化向上，啊，要发达台湾文化啊，那这样的一个啊宗旨成立协会，而这个协会当时推动许多文化行动啊，那么包含啊推广学校教育、补习教育、幼儿教育，那么啊组成啊相关的啊这个戏剧运动的社团，举办巡回电影展啊。然后呢，提倡美术啊，那么还办报，像《民报》啊，我想今天可能有《民报》的朋友啊，我们重新啊，这个以《民报》为名哈 啊重新办报之后，也是在纪念《民报》这个精神哈、啊，然后讲这个读报社等等，许许多多文化行动展开台湾在殖民时期啊，那么第一波的本土所产生的这样的一股文化运动哈、啊，那我们现在说文化协会，我们用现在的文化来理解啊，事实上是有点窄化。第一当中呢，这个文化也艺术就是一个文明的发展，啊，所以它不仅是追求艺术啊，我们所理解艺术文化的发展，它的文化指涉的是一个整体的新思潮啊，那么新思想啊，甚至是新科学啊的一个跟世界的连结啊，那么啊一个提倡啊台湾人要自我的一个觉醒啊，那么要做自己的主人，台湾是台湾人的主人，所以文化协会的缘起。还有一个啊，大家都不知道的小故事啊，它跟台湾当时科学的发展有关系啊。那么，在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的前一年，有一位19岁的年轻人从日本学习了飞行的技术之后回到台湾，他是台湾的第一个飞行员，他叫做谢文达哈，对吧？好，那就等下蒋渭水了，等下跟我们讲谢文达。那么当时呢，就蒋渭水、林献堂这些人组了一个欢迎会，来欢迎谢文达回乡，那么成为台湾第一个飞行员。所以大家聚在一起，就决定了隔年成立了文化协会。啊，所以这就象征了当年那个时代追求的文化协会，是追求创造台湾人的文明。啊，所以我从现在来看这个文化协会，它第一层的意义就是，它是台湾本土上第一个。啊，自觉运动啊，那么它是具有一个现代公民意涵的一种啊文化启蒙运动。这个自觉是要透过啊新思潮的引进，那么来推动一个自我的改造，透过文化力来推动社会改造啊，那么啊来这个建立一个属于台湾人的台湾，这是第一层的意义啊。那么第二层的意义是，你去看他当时的在宗旨里面或者他相关的文章，蒋渭水先生提到说。台湾人不只是台湾人的台湾，台湾更是世界的台湾，啊，所以我觉得当时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种文化的自信啊，那一种信心、自信心，哎，今天主席来对啊，兄弟啊，对我来看，一种主体性的诞生啊，要追求自己的文化，而且对自己的文化就有信心呢，自己的这个新思潮、新文化啊，不仅是要改造台湾，当时他们说要贡献世界改造的大业，啊。大家是不是感觉这个当时的台湾人很有气魄？是不是很有气魄？啊，很有的气魄！我觉得这是一股本土上所诞生不可磨灭的精神。我想这个精神非常的重要，咱每当来放回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两层的意义，自觉跟自信，而且是从文化追求文明的发展里面所诞生的这种台湾精神啊。那这个精神一方面是具有现代公民意涵的自我改造，让咱家己自省，然后改造自我，追求社会文明的进步；另外一方面要贡献台湾于世界啊，那么这是一个台湾勇于要跟世界连结的这一股强大的一个自信心，其实就是一个在世界里面追求台湾人定义的一种主体运动。啊，我想这是真两层，我感觉非常重要的代志。所以，文化协会的纪念，它不是只是一个纪念过去的一个这样的一波运动，更重要是说，当我们在纪念的时候，我们要来思考，那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时代的任务是什么？时代任务是什么？哈，那当然我在思考，我从去年担任文化部部长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我怎么样来促进台湾文化发展。其实，在文化协会有一些人，他所写的文字，他所追求的理想，对我而言影响非常的大。就在文化协会的年代里面，曾经有一个赤岛画会，我们的台湾，一个美术团体，
啊，那么像陈，他是陈时奇跟陈澄波等很多美术家所组成的。陈时奇25岁就过世了，他从十几岁画图，他人生短短的只有几年，但他留下非常多精彩的画作。那么他们的世导画会里面的宗旨是说，要透过文化化育台湾为美丽岛，用艺术赤诚的力量，让台湾人的生活温暖起来。不是吗？他用艺术赤诚的力量，让我们从内心里温暖起来，然后要把这股热情带动一个社会的转变，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文化理想啊。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演剧的一个追求的新剧运动，也新剧运动就像我们现在说要发展自己的戏剧一样啊。那个年代也有新剧运动，那时候也成立了一个后生演剧研究会。他的目标就是要发展乡土新剧啊，那么创建本岛的新文化。那他里面要追求的戏剧精神是什么呢？他的戏剧精神是说，唯有将现实理想化，理想现实化之后，才会出现感人的戏剧。那叫艺术大学校长，校长，这个精神很感动不？我非常会感动这样的一个戏剧的精神。但那时候追求的艺术精神是什么呢？艺术精神是要磨练、试炼我们的灵魂，啊。那么当时的新剧运动里面，林传秋他之后也拍了很多台湾的台语电影，啊。他在那个年代说，只要活着就要奋战到底，因为我们有着舞台这等壮丽的实属。你知道追求艺术精神啊，那么生于艺术啊，这个始终于艺术啊。我想这种艺术家的精神。而且是追求一个这个文明整体的发展，这里面推动社会改造。那么当年的林献堂先生在里面推动议会请愿路线，他们的运动策略是什么呢？来，你来怎样？我来就要发传单嘛，对吧？那你挂布条啊。林献堂的议会请愿运动的方法是刚刚讲的，台湾第一个飞行员谢文达先生开着飞机那么把传单呢在日本境内把它散发10万份传单，这个传单上面写说给台湾人议会吧，挑战殖民政权，用飞行的方式发传单，有没有超越我们？超越我们我讲这些故事是要说不要忘记我们的先辈们他们开创出来的精神但是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可惜，我们在20年代的台湾就追求这样的一种文明的发展但是这个2·28事件让我们的台湾的精英这个消失殆尽那么之后进入白色恐怖时期我想在一个戒严的统治底下那么思想的自由被钳制，说话的权利这个被限缩那么不敢创作。当然在这个过程还是有许多的文学就像压不扁的玫瑰一样在墙角里面迸发出自己的生命力，还是持续的有一些的作品。我们在整个戒严时期过程当中，像60年代，那么台湾还是有诞生了对现代文学的追求那么对现代化的一些追求所以在那个时候台湾还是努力的在建筑那么在文学那么在戏剧、在音乐、在绘画，尤其在美术跟音乐方面，我们还是有许多本土的作曲家本土的我们的前辈画家们持续的不能用讲的用音乐用美术勇于追求自己的艺术的创作还是创造出台湾的这样的艺术史那么我们看到这个80年代我们9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台湾在政治上开始，政治社会开始进入本土化、自由化、民主化的过程，其实我们就开始看到了乡土文学的运动那么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民歌采集的运动，民间歌谣的采集那么台湾戏传统戏曲的发展，那么以及台湾80年代小剧场的运动，还有电影新浪潮的运动那么到80、90年代的文化保存运动，对文化资产的抢救那么以及社区营造运动，所以其实台湾在战后社会还是一波一波一波的文化运动，一直开展台湾的社会力。那也因为这个文化的社会，我们的静平跟小维开始建立这个本土化、主流化
叫你来，来，好、哦，来这个民俗坊，啊、哦，这当中还有我们上次在这边追思张延宪老师，许许多多台湾，台湾历史的研究的先行者，啊、哦，那么对，这个台湾历史的研究，从历史研究当中，去探索以台湾为主体史观的一个建立，我想就是这样一波一波的文化行动，啊、让台湾的政治社会开始进行转变。那么由下而上产生一股社会力，推动台湾的民主化。所以我可以说，文化是改变的力量，改变心灵啊，那么改变生活啊，改变社会，改变政治。而我们一个更民主的社会，应该就是要追求一个更蓬勃发展的文化啊。那所以，我已经在第三次政党轮替担任部长之后，我就在思考说，那在我们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怎么样进一步的让这一股生生不息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具有不断的形成主体，那在诸非武动的这些情形啊，你可以想到在江苏大地台湾啊向前进的一个重要的生命力啊，那这个是我在文化施政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想法啊，所以我的文化政策从一个核心的出发点出发啊，所有的政策我都从这个里面出发，这个里面就是文化民主化。啊、哦，那么追求不仅政治的民主化，那么要追求文化的民主化。啊、哦，什么是文化民主化？就是要让文化的发展呢，真正回到以人民为主体。我们让每个人成为文化发展的公民，成为文化公民。啊、哦，然后像文学时代一样，每一个人站出来，我都可以用文化的力量改变台湾的命运。那所以我核心的出发点就是文化民主化。那文化民主化核心就是人民是文化的主体，每一个公民有文化公民权，而且文化公民权也相应属呢，你拿家就跟英文呢，这个单数而言，文化公民权做一个单数的概念，它指的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拥有文化创作跟进行的权利，人跟人之间都在追求自由多元，但是也要追求文化的平权。所以这平权来看，那贵体那应该有宾馆不？国宾馆，过去是一元化的语言政策，对吧？哦，所以咱的语言也受到压迫，哦，所以咱的语言无法度平等啊，多元的发展，主人的发展，哦，所以过去的文化公民权并没有受到平权，所以平权的概念是非常的重要啊，这是作为一个单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化公民权。那文化公民权也有它复数的意涵，什么意涵？以及教育的关联，来问一下囡仔有关联，接受这个文化教育啊。那么每一个公民啊，拥有这个文化资产的进行保存权啊，咱来保存咱共同的文化记忆啊，也有这个上重要语言的关联，对不？每一个人有关联公民母语嘛。哦，每一个人有关联，伊伫学校，伊若要想讲要继续学习伊的母语，伊应该学校爱有提供即个相关的课程，哦，继续发展伊的母语。哦，所以语言的关联叫语言权。啊、哦，这是公民权所衍生出来的。啊、哦，那当然我们也有创作权。啊、哦，但在支持自由的创作，每当因为政治的因素。好，来应用跟用用，每一个人来创作，那么要有禁用的管理啊，那不能因为区域、社经地位的背景啊，以及性别的因素、年龄的因素而影响文化的禁用的权利啊，所以一些喜欢追求的一些文化公民权在那边落实，来雄关哎，我记得这些价值我们要来追求啊，那这是一个核心的理想，阿边要走了哈。所以我认为讲，伫这个文化民主化的概念内底，政府的角色、民间间的角色，咱来重新定位。文化是以民间为主体，由下而上。政府呢，咱来打造一个公共环境、公共领域、公共知识体系，来支持人民由下而上的一个自主文化的发展。所以我正在建立这样的一个体系，在做努力。而这体系当中，我认为越基础的工作，政府的责任越重大。哦，所以古年我有大报告，就是讲，我认为咱的文化政策要对三个扎根啊重视做起。第一个是教育扎根，第二个是历史扎根，第三个是在地扎根。啊，而且来带的历史扎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啊，那没有历史扎根啊，我们的几个世代啊，其实就像故乡的异乡人一样，站在故乡，但是我感觉对自己很不了解，啊，对过去一切啊无认识。啊，那摩尼西的桂林啊，其实就像种树一样，如果我们的根没有办法扎得很深，那就没有办法吸收养分，没有办法茁壮。
那他就没有办法往天空寻找阳光，在世界上绽放自己的文化所以历史扎根是一切的出发点文化要往前走，要创新，要从传承做起。所以古尼跟现在，我对这个历史扎根有推出许多相关的计划那我给大家简单报告第一个，我们要重建艺术史。咱多少讲，咱有足侪有音乐家、美术家我们的建筑、我们的文学史我们的工艺史，我们有许许多多丰富的文化资产，但是咱的囡仔无熟悉，咱家己无了解那所以就像这个断了根的这个植物一样会营养不良那所以咱在重建我们的艺术史，所以我要重建美术史、音乐史、我们的戏剧史、文学史建筑史、工艺史等等那譬如说我们的美术史我们有非常多的我们的前辈画家留给我们精彩的画作，咱最近年轻的世贸，我觉得阿台北艺术博览会咱内底有一挂咱前辈画家，20世纪呈现出几位重要前辈画家都，然后时间很快，咱嘛有即马上少年的当代艺术但是呢，我相信大家可能有去法国，还是讲因为咱们这个故宫有奥赛展咱拢对会当讲出足侪位法国的美术家画家譬如讲咱若讲这个雷诺瓦，他画了很多少女图，对不对其实我们的李梅树也非常的精彩这个里面也有许多台湾的少女图，但是咱是不是咱跟咱囡仔对雷诺瓦的认识比对李梅树的认识还要多？大家都知道梵谷，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杨三郎也非常的精彩，他的画风跟他有一点点接近那我们知道高更，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廖继春其实不输高更那其实我们知道说米勒他画了很多农村的农民，像十岁哪有黄昏那其实我们的洪瑞麟画了许多矿工对劳工的关怀那所以其实我们有许多伟大的这个美术家譬如说那个音乐家这个郭志愿先生是我同院里的故乡的音乐家，姜文也萧泰兰其实马水龙等等我们有非常重要杰出的这个音乐家那么像这个我们最近的一次奥运2020要在东京来举行，对不对那我正在思考说其实台湾参与奥运不是只有体育，我们也可以文化参与奥运那可能是不是可以推出一个文化奥运的概念其实日本在东京奥运，他们在 这几年从前四年从今年开始，他们就开始推展文化奥运周边的文化活动，但是呢台湾文化参与奥运不是从现在开始大家知不知道1967年的柏林奥运台湾就有一个音乐家去参与文化奥运，因为当年1967年柏林奥运举办了音乐的竞赛，台湾的姜文也拿到冠军他是代表日本1937年所以他是台湾文化奥运第一人所以其实让我们精髓这个我们的艺术家，所以我们要重建艺术史那我们现在已经把重建艺术史纳入前瞻建设的这个特别预算里面，我想这是我们台湾第一次政府用特别预算来推动重建艺术史，是不是很前瞻？我说是哪里吗？不够前瞻，我说越基础越前瞻，对吧？这就是前瞻基础建设的艺术那对重建艺术史开心，那么爱做自我这个第二个，我们注重文化保存的工作，所以我们推动有形无形文化资产我们文资的预算今年是去年的2倍，明年继续成长那么我们希望建立文化保存的体系，文资法已经翻修，资法已经上路，我们也提出了预算补助地方政府，也可以补助人力那所以我这边要呼吁我们所有执政的县市，不论蓝绿白不论蓝绿白，其实我们要共同来建立文化保存体系从中央地方一起协力来进行，这是第二项工作。第三项工作就是语言的附赠那这个族群语言的附赠，所以我们已经研议了国家语言发展法那么已经送到行政院，我们希望尽速能够进立法院来订定国家语言发展法，国家语言发展法好了，每一个族群的母语可以受到多准这个多种可以重新附赠重新
来发展啊、回到生活里面来。所以在国家语言发展法里面，我们也保障了我们的族群语言国家语言的传播权。所以咱起码有原名台，咱嘛有客语台，咱是不是一定要有台语频道，对吧？奉献这条外景的推动，你像赖院长伊马一营底行政院会一上任之后就指示我们要赶快办理这件事情啊。那所以啊，这个明年我们已经编列筹备预算啊，在公广集团由公华室来推动，先进行内容的充实，来进行开始啊进行筹备。那么希望未来我们要修公示法，我们要订立公共媒体法的时候，我们要把族群语言传播权的概念要立法保障，啊，所以大家不用管到讲，今嘛我做保定要推动医药嘞，啊，所以我们用法律来进行保障，让它长期的推动，这些都是我们重建历史扎根重要的工作。那另外，教育扎根就要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可以透过文化体验教育，认识自己的教育，啊，认识自己的文化做起。那我们也要重视在地扎根，我们地方文化生活圈的发展，博物馆、文化馆啊，那么以及相关的艺文机构啊，我们要提升它软体营运的能量啊，那么硬体设备的升级，那么让每个地方落实文化平权，每个文化生活圈有平等的文化禁用的权利啊，那这个我们已经纳入前瞻建设计划的城乡建设计划里面来推动啊，所以我们会重视三个扎根。那在三个达标之上呢，我们在艺术发展的部分，我们希望催生艺文发展的生态圈，包含刚刚提到的软硬体的营运的提升，所以呢，我们在我的上任以来，我一直努力的，我们从陈水扁总统时代开始提出来的一些文化建设，尤其是一些大型工程的建设，我们来过这个前八年都没有完工哎，我们陈水扁时代总统开始规划的一些文化建设啊，这个前八年都没有完工啊，那么到去年以来陆续开始一座一座，我要让它完工啊，尤其有些工程我接手的时候几乎处于这个停工的状态啊，但是我们把它起死回生，所以陆续要完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执行力啊，所以我们的戏曲中心今年已经完工了，在台北啊。那么北部流行音乐中心、南部流行音乐中心，我们会这个如实如止，我要追求如期完工。魏武营的情况去年最严重啊，有七标啊，许多标都停摆啊，厂商已经不进场，但是我们一个一个解决问题，明年十月啊，让它如期来启用啊，这是我们的执行力。那但是呢，我要强调的是软体营运的提升，我们今天有专家在这边，校长在这边哈。那我们希望台湾不是只有这些大型的剧场啊，我们希望各地我们都有中小型的剧场，我们的展览空间都要提升，而且要强化营运的能量。那么在辅以我们刚刚所讲的重建艺术史，以及重视我们博物馆、文化馆的营运，我们希望在这里面能够把台湾一点一滴过去我们所遗留下来的文化的资产跟我们的文化的记忆，能够整体的重建起来，让孩子有一个丰沛的一个文化生活的环境啊，然后在文化生活的环境啊，才能够真正的在内心来进行文化扎根。所以最后的文化扎根，我们要从心灵做起啊，来追求台湾每一个公民啊都能够拥有一个文化主体性的发展。所以文化主体性不是讲每一个国家整体的追求，上重要咱对每一个人来做起啊。那最后呢，其实在数位时代未来。数位时代，经济影响数位时代，数位环境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加速我们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经济的发展。好，所以咱过去咱的数位建设堆积的是速度跟技术。我们手机拿起来，从3G 到 4G， 未来到 5G， 但是里面看的都是外国的内容，对不对？输出路失衡啊，所以我们也要大力的提升我们台湾原生文化内容的产值。所以在影视音产业，我们要大量让我们的年轻人来诉说自己的故事。所以最近我们看到有反校的游戏啊，以白色恐怖为题材，现在要变影集，要变电影了。我们也看到通灵少女以台湾的宫庙文化为题材啊，鼎那我就追新一代的年轻人的作品开始来诞生了。最近有一部小说推荐给大家看，《花开时节》，年轻人写的。
这个小说里面写文学时代，他写的角度不一样。他写的是说，林献堂先生写了很多游记，当年的 女主角们、当年的女性们在读林献堂先生的游记。但是林献堂先生的太太夫人在做什么呢？如果游记是由他写的，会不会不一样？他用性别的角度，关怀女性的角度出发，重新看文学。所以这一代年轻人有新的视野，全新的视野，当代的视野。那他们在他们身上拥有一股新的文化力因为这个年轻世代，从我们开始，我称之为后解严的世代，民主的世代，他们有最自由开放民主的性格那因所发展出来的文化一定可以给台湾新的不同的一个视野更能够把台湾的故事带到国际上所以我们要大力的发展我们的文化经济、文化产业，通过文化产业、文化传播，让台湾的故事不仅让台湾人，我们可以一起来阅读一起来欣赏，更重要把台湾的故事带到世界上那么透过文化传播那么重新让世界里面写下台湾人属于文化的定义。我们也希望用台湾的文化内涵重新让世界认识台湾我想这请问今晚在进行的这个相关的文化政策。那当然我知道最后大家还会关心刚刚主持人一开始提到的转型正义的工作，转型正义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我非常非常关心非常非常重视的工作那其中的部分，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建立国家人权博物馆对于这个白色恐怖时代以及228过去人权受害的历史，我们要勇敢面对，追求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真相。我们用文化的力量，用国家人权博物馆的力量让下一代来重新面对历史，正视历史从这里面学习人权的价值。那当然转型正义的工作是整体的，除了还原历史真相，还有责任归属的厘清以及平反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政府整体促转条例的通过。那么但是文化部，我们会用文化的力量那么建立这个民主社会对人权价值的共识。那第二部分就是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我们会继续推动。我在今年2月的时候已经宣示了我们在最近就会展开社会对话的计划，里面有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的资讯平台会上网，我们希望连接过去人权受害的历史，让这些事实跟资讯跟我们的受难前辈以及家属们的心声，透过资讯平台可以不断的说出来，让大家共同谦卑的来面对过去那段受害的历史，放下政党的旗舰共同面对历史那第二个，我们会举办审议式民主相关的论坛让大家真正的深入的思辨为什么需要转型正义，为什么中正纪念堂要转型那么第三，我们还有一个更新的一个策略，我们希望结合艺术策展的力量，在中正纪念堂结合艺术策展力量，让艺术家带领公众来讨论来思辨中正纪念堂要如何转型，要怎么转型，而这样一个空间在台北市里面可以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全新的视野，让我们真正走出戒严，今年戒严30年了，我们应该真正追求一个民主深化的生活那这是我们在转型正义会一起跟整个政府整体来努力的那就刚想给大家这个台湾文化连接的时间，会当甲大家来报告，我伫文化部拍拼的代志。但是我所做一切，我要甲大家讲，其实是为着要支持咱台湾每一个国民，会当加入一个文化的公民。所以，其实真正的主体在各位，各位可以带动台湾新一波的文化运动，支持年轻人透过他们新一波的文化创造，给台湾一个新的未来的视野，而政府的角色是支持各位，作为各位的后盾所以我想今天来最重要，我们还是期待台湾的民间社会、民间的文化力可以继续向前走，汲取文学的精神，创造属于21世纪的台湾文化。谢谢大家，谢谢。